分，最后给海豚，都给雷神，往里面转，先要到犯规。那如果外线的状况不稳定的同时，可以两罚聚众。徐焕雅绕出来之后，三分的出手，今天手感还没有回来，是跟昨天有一段的差距哦。目前投二十中的，昨天三分球命中率非常高哦。雷神全部看他一个人玩，哇，总算进了吗？啊，还是打铁。肯定是出来拿球，面对林冠军。哎呀，往里面走的时候，球被拨了一下。雷神决定自己来投哦。徐大师打一下雷神，球传出来，国罗马的三分球力道大了。加强防守的部分了，但是刚刚防守是完全没有安全员的退防啊！哎呦，虽然盾位看起来比较重一些，但没有想到他可以这样两步以后就切进来，就是做一个扣篮呐。平常时就是雷神。自己投，哎呦，要注意哦。其实雷神可能对位要稍微上去一点。好像看到一个左撇子的卡尔马龙，是。哦，这球超球，要来快攻吗？哦，起飞了，攻得蛮顺的一个状态下，那在防守端势必要去加强。哇，雷神这段时间真的太火药了，三节独拿七分。看雷神打库萨斯，哎呦，好多人包住他，还投啊！哦，又进了，哦、unstoppable。会比较上去，雷神转换利用一个切入，切入来制造了龙帽的犯规，然后加法也有个人组合。回到剩下十四分，哇，这球传太高了，真的。来一个欧洲步，哦，阿提诺下半场首。板球往里面给的时候，雷神下手够快，给谁啊？希伯特，调整一下步伐，没有投进，那你下面全部都是猎鹰的篮板球。不是，在于。卡位篮板端给予对手非常多的一个冲抢篮板的机会。哇，还是快攻！台心上也是刚才过了刘俊廷拉杆，再起的火龙。停止时间，上到罚球线上去要分数，这对台钢猎鹰一定是最棒的结果。哇，那吉波特选择，哎，有投进就好。一秒进攻时间，两分钟左右，然后进攻是比较不顺畅的一个同时，教练团马上就选择了去做一个换人的一个调度。落后的台南猎鹰，就再找雷神，硬打啦，要到犯规，有罚机会。来到台湾之后，76-88，哎呦，再超一球，哦，这次要怎么样换呢？用双手拿到球，但背对篮筐，选择分出来，古罗马的三分球，力道稍微轻了一些些。这球传给陈内斯，还没有开张，不过抓了六个篮板，传出六次助攻，啊，哇，真是上篮也打铁。今天篮筐好像跟雷神。在这个位置得球，哇！居然选择如此的出手方式还进，哎呦呀，飞我！个人贡献了22分，现在还有库萨斯的27分，余承安13，最后会以93-10310分之差输掉这场比赛。